尊敬的老法师，我们非常感恩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那么，在我们节目的开始啊，我们看到前两天就在节目里边，您老还谈到，国内的这些新闻，有人向您讲啊，天空的飞鸟莫名其妙的往下掉，老鹰吐血，死之前呢叫声很惨。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，这是昨天的报纸，我们看到啊。美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周之内两次啊，往下掉这个飞鸟，这个新闻您看啊，5000只、500只啊，而且呢，有的地方啊，100多万条鱼死掉，莫名其妙。这个上面报道着写啊，这个暂时啊不知道这个死因，这个情况科学家专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这不是好预兆啊，这个应该就是一般说的这灾难之前的预兆。这个飞鸟莫名其妙的5000多只都死了，突然都掉下来了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上面还有啊，这些这是掉下来的这个鸟的尸体的照片。对对对，不知道原因。很多国家都出现这个问题，它是有原因的，不会没有原因，一定有原因，这个原因现在还不清楚，不明朗。我们再来看这张报纸啊，这是1月6号，2011年啊，这一天的啊，世界各地的报道。您看啊，巴基斯坦啊，这个宗教之间的冲突啊，暗杀举行国葬，澳大利亚啊，怎么样呢？发了大水。这是这个大水灾区的照片，是吧？灾区的面积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的总和呀。您看到这个照片了，很像那些科学家所讲啊。对，这个洪水来了之后啊，地球上的样子就剩几个小岛了。上面写着，很多城市就像个小岛一样。它这个天气预报啊，说未来啊，昆士兰可能还有更大的暴雨，严重的水灾，啊。然后下边呢，我们再看。这个是人祸了，天灾人祸了，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啊，播放黄色录像，这个舰长啊，被开除了。伊朗的原来的国王巴列维，他的小儿子4岁，自杀了，开枪自杀了，4岁，啊，德国发现那个给动物喂养的饲料是有毒的，里边有这个二五因，二因啊。这个发现呢，这些有毒的饲料啊，是从欧洲进口过来的，啊，这边呢是日本捕到的大鱼在香港拍卖，据说咬着吃着一口鱼肉啊，3000多日元这一口，这杀害动物是吧？这边呢是非法的鱼翅交易，这曝光的，英国呢大学生抗议示威游行，是吧？说这个学费涨价了，袭击啊英国的王子，查尔斯王子。可能还殴打了王菲，这就是1月6号，这个世界一个浓缩。那我们想请教您老，您多少年不看新闻媒体？对，现在看到了，您有何感受？我觉得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人类抛弃了伦理道德、宗教的教育，社会就是这种现象。您说这些天灾人祸，对，是正常的现象。对，你人不再有善的念头了，这个现象就是正常的。这是一切不善心行所感得的。就是我们所讲牛顿第三定律啊，对，作用力反作用力相等的，不错，恶的能量发出去啊，对，恶的报应出去，不错啊，就是鸟在空中飞行，空中有磁场，磁场里头也有善与不善，这些磁场平常它干扰
人的脑波，人都能感觉到，影响人的情绪，是这磁场。你看我们遇到一个磁场不好的地方，你走进去感到很不舒服，很多人都有这个，那就感觉这个地方不舒服，或者一看那个人不舒服。对，你看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逛书店，书店的磁场好，安静，你到里面就安详。哎，可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我书店的时候你一去寒毛直竖啊。我偶尔到那个这个香港几个大书店三联书店去看看有什么好书，一进去之后那个这个氛围磁场跟50年前完全不一样。我书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那可见的这个书店里面，我估计1/2以上都是不善的东西，可能比那个还要多。那对，没错。哎，所以它造成这么一个氛围，就是最安静祥和的地方，对，都变得浮躁，都变得浮躁。啊，现在最可能的可能就是一般图书馆比较好一点，连书店都不行了。但是您老知道，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对，尤其是看正经书的人就更少了。不错，不错。不错，听了您老所讲，我们很多闻所未闻啊，根本想都不会往那上去想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多人呢也非常惭愧，不孝子孙，过去啊，侮辱先祖，对啊，毁谤我们的老祖宗，对，尤其是毁谤这些儒释道，对，包括佛法，这个是佛都原谅啊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讲得好，先人无知，你不能怪他，没人教他，他父母不知道，祖父母不知道啊，他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啊，老师对老师也未必知道，所以要推上去好多代呀，就不能怪他了。真是佛多慈悲啊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没人告诉他，所以你就不能责怪他。那不能责怪他，就是我就是正常先生。我们听了您老讲了这么长时间呢，这个好多年以来啊，大家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您老所讲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吧？对对，没想过这问题，通通啊都跟释迦牟尼佛所讲一样，没有讲过一个字。孔老夫子讲述而不作，述而不作，没错，信而好古，对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对，不错。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亲近圣贤人，圣贤人就是书本，他不在了，留下来的文字语言就是圣贤人，读圣贤书就是亲近圣贤人，那里边所记录的全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对，真理，对，自然规律，对，自然的秩序，对，不错。我们第六集的这个标题啊，叫人类的200年，人类最近这200年不错，可了不得，对，人类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不错，不错。在西方有个少数民族他们有这样一句名言，我们读给您听啊。当我们每一天面对地震、洪水、飓风、旱灾、瘟疫、饥荒，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啊，应该回归真理道路的时候。这是少数民族人家所讲，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，古老的民族，对，我们听上去很有道理啊。这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这儿流血了，明天这儿又疼了，后天那儿又病了，这个身体对，还是天天疯狂的享受吃喝玩乐，那这个人离死就不远了。对对，现在呀就需要给整个这200年人类所走过的道路啊，对，来做一个反省。啊，大家需要回归到一个真理的道路上去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个200年前左右开始啊，那个时候啊，
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么一句话啊，您老爷所讲上下交争利，人跟人都争利呀、啊、对，孟老夫子也讲，对，不是，那齐国为国家人民就危在旦夕了，对，人们都争利，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、资本主义制度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。嗯，那么在200年前左右啊，这个资本主义啊诞生了啊，鼓励竞争啊，鼓励自私，这种制度出现了。那么也是在那个时候，在19世纪的时候，欧洲1000多年的封建历史、宗教衰落了，中世纪衰落了。对。中国，哎，封建王朝、清王朝衰落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出现了。这在因果上来讲，能说是前因后果吗？有，还是前因后果？有。就资本主义它怎么来的呢？资本主义，它的因就是从自私自利来的。人要没有自私自利，就不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人类几千年，人是有自私自利过的。对，那他为什么在最近200年爆发出来这么一个资本主义制度？过去就是这个教育哦，在辅助他、哦。所以这种制度他出不来。对啊，教育是、哦、他不是断他的根，他是辅助了。啊，让他有自私自利的，让他发展在一个限度上，不要超过这个界限。适度啊，对对对，不错。礼节的那个啊，对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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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啊，他以礼节制。一旦突破了这个限度，啊、那个麻烦大了。啊，你看我们中国古人讲啊，道失掉了之后有德。德失掉之后有仁，仁失掉之后有义，义失掉之后有礼，礼要失掉之后天下大乱了。最后一个标准，那就是礼。礼，哎，礼是讲节度啊，讲节制，那现在是没有节制了，最后连廉耻都没有、啊、对对，没有了，那这个社会就大乱了。资本主义，它可不是说理不理的问题，它还要侵略啊，对，是要占领别人、啊，对，是这个我们看历史都是啊，对对、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的专家呀，啊，很多都在研究什么呢？嗯，中国落后。嗯，有很多专著都写、嗯、啊，资本主义的萌芽、嗯、啊是在什么什么时候？嗯、你看，说我们跟人家西方比太落后了。对，不错。现在是这么一个趋势啊，嗯、哎，很多年都在这么研究啊。啊。这个研究的方向有错误，有问题。中国人虽然吃亏是吧，但是大灾难的时候，中国人灾难比他们少。我看到这个还是占便宜啊，哦，吃亏还是有福啊。那死的人数应该哎比他们少啊。那这是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有德行啊，没错啊、哦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慢呢、啊。所以就占了便宜啊，欲望小啊，对，不错啊。古人那些话是那很有道理的，你慢慢去咀嚼它，真有味道。哦，人类几千年来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出现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都是教育，都教育结果。哎，但这个东西只有中国人懂得。哦、你看中国上古时代。啊，伏羲神农那时候是道啊，啊，道失掉之后是德了，这个三代是德了，是德教。夏商周。哎，对，哎，那从这个伏羲，在中国历史上讲，从伏羲到这个尧舜禹，那是道啊，大同之治啊，三代是小康了。得了，啊，德没有了之后，仁呢？啊，讲仁义呀、啊，仁义是春秋啊，孔子是在讲仁呐、啊，啊，到五霸的时候，这是讲义了，
战国啊，战国是讲义了啊，战国以后这秦统一了之后，那汉取而代之就是用礼了。礼，哎，东仲舒，哎，礼维系了到满清呢，2000多年。啊、对对是啊，你看这中国人讲道德仁义礼。虽然它是逐级递减啊，对对对，但是不乱，它不乱，和谐，礼不乱，还不乱，礼没有的时候那就乱了，就是没有离开这个规律啊，没有这个规律哈、啊，这礼是规律的最低的底线，这个突破了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问题严重了，马上啊，灾难就来了，对，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，不错不错，您老的这个分析啊。跟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的判断呢，正好是相反的。相反的，他们是什么呢？最远古的时候，原始社会，还蒙昧的呢，什么都不懂啊。那错了。像禽兽一样，这是我们上学都学这个。然后是奴隶社会，奴隶社会，然后呢，封建社会，啊，然后比封建社会进步了，资本主义社会。资本主义社会是比封建社会还进步了。这种说法的时候，这把前面祖宗的时候，那通通蒙上了冤枉了。这个说法是要承担因果责任。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史料啊，专家学者们讲不通一个道理，为什么？他们虽然这么讲，但是他自己不能说服自己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原始社会特别落后，最愚昧的，对，5000年前，对，好了，对，那最灿烂的文明，比如说我们中华文明，不错，周礼，对，诗经，对，是吧？汉字，对，是吧？通通是在那个最他们所说最蒙昧那个年代出来的，哎，全世界都研究不明白。2000年前，我们去湖南长沙。汉马王堆出土的啊，这个文物，我们拍了那个照片，一把小梳子，那个小梳子呀，比这个手掌还要窄，不到6厘米，它上面那个梳子齿啊，76颗梳子齿，对，那是一个愚昧式，那个时代封建，封建是落后做出来的，是，这就解释不通啊。无论是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，物质文明做给你看了，对，不错，赵州桥，隋唐的时候是李春建造的，嗯，啊，大地震，是任何水灾不倒啊，嗯，拿石头建造的，世界桥梁之王，1400多年前愚昧年代造的，愚昧年代造的，这讲不通了，讲不通，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，对，通通啊，都不如。愚昧的年代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对，你从这个地方反省，慢慢的你就认识中国老祖宗，你就认识古代的人，他们的智慧德行为什么比现在人高，这里头有个道理，那是我们发现的真正的高科技啊。对啊，古代的人他心地清净，没有这么多烦恼，没有种外平外缘的干扰，这个清净心，这个我们懂得，清净心生智慧。还有就是像您老所讲，他为别人着想啊，对，哎，确确实实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。有专家想请教您老啊，嗯，我们中国人就是愚昧落后啊，嗯，火药是我们发明的吧？对，是的，哎，我们拿它，指南针也是中国人发明的。是说现在那个老祖宗他太愚昧，太傻了，啊，他拿它做鞭炮。啊，对，哎，过年用，不错。他为什么不研究成火箭、导弹、飞船上天上、上太空？那我们不就超过别人了吗？不，中国人只有道德的观念，决定不能做伤害人的事情。你这些东西，如果落在没有道德人手上，那他就统一世界了，征服全球了，奴役全人类了。哎呦，这个罪过谁承担？所以中国不是没有科技，有啊，不发展了，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他死了全毁掉，为什么啊？哎，这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物质文明啊，最先进的军事设备啊，对啊，你这个东西要汉朝时候不但是，那现在这个战争武器还得了吗？
那个时候，那诸葛亮要不要负责任？他要替后人，没错啊，替全世界人民，没错哎，他这个东西不能落在别人手上啊，他死了之后全毁掉，他要负责任啊，这就是德行呐、啊，爱别人，对，那个科学技术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而且我们会，我们有这个实物做证明，对，不错，我们也有懂得这种技术，不做这种。你说，释迦牟尼佛能不能造原子弹？肯定能啊！他为什么不造啊？那个东西，他要造那个东西，他就得堕地狱，给人类互相残杀，没错，提供了方便，对哈、啊。所以中国古人像佛菩萨一样，他是来救世救民的，克制大家的欲望，不错啊，美满的生活与物质文明关系不大，是来创造和谐和平、啊、对，不是来，他是德行，不是来制造武器，对，不错，人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啊，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生活在欢乐喜悦，那叫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啊，不是住大房子。我在美国看到住大房子，我都告诉他，不是你住房子，房子住你，你是房子的奴隶，房、啊、你天天伺候他了，房奴啊，对，是啊，嗯，我说的是不好听，他们想想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一个星期工作繁忙啊，美国的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他是论小时算的，你要是偷懒的时候，他就把你开掉了。那人要是成了物质的奴隶，就太可怜了。没错，他创造出来，然后还给他当奴隶。哎、每一天，啊、这个每一个星期，星期六、星期天，美国是放假的，是这两天的时间回家整理房子，打扫环境。平常没时间伺候房子，对呀、啊，他没有时间的。我说这多可怜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法？啊，你买个小房子都好，住得舒舒服服的，啊，像在中国人上，啊，他说别人好像笑话他，啊，笑他这个贫穷，好像身份很低。我说你快乐啊，你要追求那个要人家的时候，树枝大不是赞叹你说你多苦啊，你的那个时候是，哎呀，你太可怜了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对，是啊。那所以我住在那个达拉斯瑞奇森那个小区的时候，平均收入就是大家收都一样的2000块钱、哦、一个月2000块钱。这个小区美国人如果地位提升了，一个月赚3000块钱，他马上搬走了，他要搬到3000块钱那个区、哦、进入上流社会，对对对，他是不断往上升，我们更高，我们是永远不动啊、哦、永远不动，舒服自在啊。那这个人的价值观要是错了啊，那整个这个社会就出来了，这确实问题啊。我们看到古代的高科技啊，对，它还没有任何污染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 对，不错，小到一把小梳子，大到这个几百吨的大桥啊，对，全是造福人类的，对，不错，没有任何危害，不错，我们是把这个高科技智慧用在这上面，对，那您老知道真的是啊，全世界丧失了人道的教育之后，资本主义诞生了。嗯，先是在英国、法国。对，哎，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工业革命。首先是工业革命。对。然后，资产阶级扩大它的范围之后啊，扩大队伍之后，推翻封建王朝。嗯。他建立资产阶级政权。对。然后他手里还有，哎，先进的工业技术。对，造枪造炮、嗯、我们看历史世界史就开始侵略其他国家。对啊，到20世纪初的时候，1900几年的时候全世界被殖民被占领被统，就是被奴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啊，对，对，几十个上百个呀、啊、对，对中国、嗯、贩卖鸦片，对啊，贩毒给我们，对啊，攻打我们八国联军，对，然后是各地赔款，对，这个我们才看到啊，没错，哎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出现了、嗯、过去那种啊没有了，对，
那么这种新的秩序，现在问题大家就请教你了。嗯，一百多年了，我们跟着走了一百多年，不长啊，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时候，它很短，不长，它的时间不长，它现在已经走到末路了，我们看到报应现前了。啊，从前卖毒品给我们，现在他们自己吸毒了，是，对。是他们自己吸毒了，而且吸毒的问题非常严重。因为我在澳洲，我们居住这个小城，啊，居民还不到十万人，这里面青少年吸毒的人数就非常惊人。市长来找我，啊，市政府办了一个戒毒中心，啊，来找我，希望我帮助，我们捐了30万给他。大概戒毒中心总共的需要的费用是50万，政府拿20万，我们拿30万。如果要是不懂得儒释道，对啊，没有学过佛法，对这些因果的现象啊，这些灾难，对前因后果，谁也看不明白，对 对，他也想不到那儿去。对，当年100年前向我们贩毒，对，哎，几十年之后，对，他的子孙开始吸毒，没错，报应，反作用力，对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现在时候快到了，啊，往后这个灾难，我们从这个灾难的发生，啊，大概灾难是，1999年确实开始发生了，你看这些年是一年比一年严重，你看整个世界。今年2011年，哎，2011年的，这个开始啊，我们讲四季，一季比一季严重，那到明年比今年是更严重。啊，恐怕要延续很多年。我们一般估计的，这个延续是至少3年到5年。很多科学家、专家、学者就是这么讲啊，就是这么预测的。对，是的，这个预测是很有道理的。我们是从观察，从人的思想言行上观察，他的偏差越来越大。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哎，这个，那我们中国人讲本性跟习性，习性跟本性的时候，现在这个速度太快了，啊，距离越来越远，速度非常快，那最后就是回忆。我们一直在拿这个灯泡，人性应该是光明的，对，现在就是上边的这个油烟子。越来越重，对，人人都是这样，嗯，那就是一片黑暗。对，这个黑暗就是财色名食睡，这个污染，对，自私自利，不错，资本主义价值观就是这样啊。对，所以他的价值观最后是毁灭。他那个制度啊，就保障大家喜欢财色名食睡，制造财色名食睡，不错。中国古圣先贤。财色名食睡是人不能够少的，要有节制，要有限制，他不让你过分啊。如果你富有，帮助贫穷的人，中国人是最懂这些的啊。对，所以资本，所以你一家富有，这富有的人是你附近的时候几百家受他的恩惠啊，他帮助你啊，你没得吃他送给你啊。中国人的传统啊，对，美德啊，对呀，中国人的精神啊，没错啊。所以这个资本主义它诞生在西方啊，对，有原因。对，中国它不会诞生的，不是环境，不适合它的生存。那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啊，我们常常思考啊，对，我们跟西方人生活在一起啊，我们是住在一个地球上啊，对，我们懂得别人不懂啊，没错啊。那个坚船利炮打过来了，对。我给您老念一下，嗯，就最近这100年来，对，
啊，工业革命，然后科技革命，然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，很多国家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，对啊，资本主义制度，对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没有过，不是一战、二战、韩战、越战、冷战，两次海湾战争，恐怖袭击、反恐战争，军备竞赛，包括现在不打仗了吧，哎，货币战争，对，全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哎秩序规则是什么呢？弱肉强食，哎，胜者为王，大的欺负小的，哎，你无能你就死掉算了，对对，哎，那么现在有个问题，要想拯救这个劫难，这个世界秩序100多年了，谁肯听我们的，听您老的教导，听圣贤的真理的教导，谁愿意挨打呀？谁不害怕呀？不用害怕啊，不用害怕，也不要认为这是挨打是一个倒霉的事情，不见得。都在讲啊，落后就要挨打呀，那是不？如果你看到30英国，你就晓得了，那些被挨打的人。被斗的人又回来了，回到哪里去了？就做他的儿孙去了。他说夺取了就还要还人家，他儿孙来享受，对，是啊，还得还人家。你真正懂这个道理，人在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人没有吃亏的，也没有占便宜的。你造的那些业，你还到三途去受报，可能还要成倍的还啊！没错，啊，你能够读得来吗？他一投胎的时候到你家做你儿子来了，做你孙子来了，而且还看不出来哈。啊，对，就是讲 啊，你还很喜欢的，高高兴兴全部给他。我们今天，啊，他对你还不孝顺，所以今天孝子贤孙很少是有的啊。对呀，啊，是都是讨债来的。我们要堕胎杀死他，对，是啊，哎，他冤恨报仇，对，投胎，对，来投胎当我们的子孙啊，对，将来杀我们，啊，对对，没错，骂我们，啊，打我们，对对对，现在社会上很多呀，啊，对，是堕胎造成，啊，有原因啊，因果教育重要啊，比伦理道德还重要，那个是究竟的真相，对，伦理道德教育是约束你，好像不好意思做坏事情。羞于作恶，因果懂得说不敢作恶，我有个真实的故事。早年啊，那个时候我在40几岁，在台北市讲经，有一个巫余庆老居士过世很多年了啊，他年岁比我大啊，听我讲经的时候啊，大概他有50多岁了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大概40才出头，他大我10几岁。他给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是做一个小企业，在台湾坐脚踏车。哦，蹬三轮的，哎哎，对对对，坐那个车，哎，坐脚踏车，做这个生意，啊，早年呢，他在上海，他是在上海做生意，他有个很好的朋友。啊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好。抗战期间，他那个朋友是跟德国人伙计，啊，德国人是老板，是个轮船公司，好像只有一条船，也不大，一条船。那么战争爆发了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这个德国人就回去了，就把这个生意啊，这个人很可靠，很老实，就把整个这个公司交给他，请他代管，是以后德国人消息没有了，哎呦，这公司就变成自己的了，还经营的不错，所以以后有好几条船，是，哎，这生意做的不错。好像是60岁的生日，过生日是那一天，大家只是贺客盈门呐，突然在宴席上啊，看到他的儿子，一回头看到儿子，那个儿子的像就是他的老板，哦，他忽然知道了，他老板到他家投胎是他那个小孩，
所以这个小孩的时候很聪明，但是不听话，要债来的。哎，要债来的，啊，好在他懂得因果。哦，当时给大众宣布所有财产的时候，我儿子继承。哦，那就等就还给他了，债就平了。啊，对，债就平了。这是个聪明人呐，啊，所以那个小孩真的是顽皮，是个败家子啊。那懂得三世因果这个真理啊，啊，对，那人要及时忏悔还债。啊，对，不是啊，他一看这个小孩的冤魂，马上一转头一言的时候，好像就是他这个老板来了。如果不恍然大悟啊，嗯，殷老讲，如果要是不及时忏悔，不回头，啊，不是不还债，那是冤仇了。那就很重，那是冤仇了。你这样一做的时候，他两个又是朋友了，就不报仇啊？对对，不会报仇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那个东西是人家的，是人家的，哎，是你占不得便宜啊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啊，所以，吴老居士告诉我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嗯，这个处理的方法是正确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人世间。嗯，这个小故事也好，小事也好，对，通通都离不开自然规律。嗯，对不开，没有小事啊，没有小事，对。啊，所以真的，你杀人要偿命，欠债要还钱。你现在有势力到处杀人，你将来以后怎么还法？你要还多少次的命债？您老修佛法已经这么多年了，那很多人害怕呀，想请教您老。过去有堕胎的，过去有伤害人命的，怎么办？忏悔，忏悔。对，那他现在已经是冤鬼了。啊，对，是的。啊，你真正真心忏悔，你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，希望他邀请他跟我一起修行，我将来成就的时候一定来度你。哦，同修。啊，对。不再是仇人啊！对，你不要拒绝他，你不要去找一些什么巫术啊去赶他，那个仇就越来越深。哦，那是跟他对立啊，对，他更生气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化解啊，对，要化解，要化解，一般都肯接受。那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呀，嗯，这个贪污啊、行贿受贿很多，贪官污吏很多。对，那个钱不是他的，是人民的钱。没错，没错。这怎么办呢？要还呢？那怎么个还法？那生生世世，不，那他不想那样，他太受苦了。请教您了。那也没法子。那你说，你所贪污了些钱，你就多做好事。哦，这也可以。可以。哎，你真正行善，捐赠出去。对，而且捐赠这个是自己心里要想到，这是。许许多哪里来的钱，我替他做好事，功德都回向给他们。本来就是人家的钱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不能说我做好事的时候不可以这样想法，这样想法人家还是找你麻烦。对，罪上加罪了。啊，对对，不错不错。所以人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回头，啊，真正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上上招。最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，嗯，而且在当生啊，这一世啊，对，哎，就能得到幸福。对，我们知道啊，现在我们刚才提到武器，嗯，现在最可怕的武器是原子弹、核弹。对，我们听到您老在世界佛教论坛上有一个讲话，那下边我们看到那个，哎。政协主席啊，高僧大德，全世界的这些人都在听您老讲，要销毁核弹。对，我们也听到您老在讲经当中讲过。对，过去我们没有这个，哎，这个军事啊很落后，有一些武器呢可以起震慑作用。对，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，这个一个国家这个军事实力，嗯，到什么程度？算是合适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竞赛啊，对，把那个钱全部用来研制这个东西。对，你有足够的防卫力量就够了，啊，而不是我们去攻击别人的，我们有防卫力量就够了，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。对，
我在美国也常跟美国朋友讲啊，我说美国的核武可以消灭中国100次，中国的核武可以消灭美国1次，1次跟100次是平等的，都是毁灭。对吧？你何必要那么多呢？用不着那么多吗？啊，有足够防卫力量就行了，不要再求发展了，那个发展就错误了。啊，应该用这些钱的时候，把国家些平民，拯救出来，让他们的生活能过得下去，这是大功德了。如果你做这样的好事啊，宗教里面讲，上天保佑你，你怎么会有灾难呢？国泰民安，对呀，不会有灾难的啊！所以中国古代的帝王相信这个，只要自己有道有德，上天降福。周朝，800年，对，好像武器装备不如秦的，没有，但是周边那些国家，没错，都来跟他交朋友，不是来占领他，不错，这里边有道理，不错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又出来了，到什么时候这个核弹要把它销毁啊？很不容易，我们虽然天天在叫，天天在劝导大家了，可人家肯听我们话吗？不听嘛。但是我们不能不讲啊，可是最好的还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兴起来，大家都学，他看到之后就会感动，都明白了。对，不错。所以我们最近找到这一部《群书之要》，是，我觉得这个会起作用。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说，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，所以大家都害怕，大家都在扩展武力，准备来对付中国。怕的是什么呢？中国崛起之后会报仇，以后几前欺负中国，这个100-200年了，中国起来一定要报复啊！我们现在常常讲啊，要成强国、成大国，人家听了会害怕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，我在过去上常常讲，中国这起来21集是中国人的时机，我说这个是很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中国人是和谐的，中国人讲道德讲伦理，如果全世界都能够讲伦理道德讲因果，世界就太平了。您看，这我们受过这么多外强压迫侵略，我们从来没有报复过一次。没错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，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，直到现在也是这样。这个对外战争都是抵抗、都是抵抗侵略。我们不是往外去送这些武器啊，我们是送书啊，就像您把这个书是送给别人的。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送技术，就是郑和下西洋，中国这些农耕技术、纺织技术，都教导大家，帮助他们，不错，从来没有说侵略人的。你说那个时候国力世界第一了，是没有占领人家一寸土地，我们有这个实力，对，不去做那个事情，没做这个事情，那将来报应很惨啊。对，我们发现呢，很多宗教里边呢，我们发现有其他的宗教，讲到圣战，但佛教里没有圣战，没有，外强啊，要是侵略我们，应该怎么办？圣战是抵抗，对。这个外面侵略，你说这佛经有个故事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在印度当时琉璃王灭释迦族，释迦牟尼佛没抵抗啊，外强侵略，对呀，他这个国就被灭掉了。那么释迦佛教给他们的方法是，逃离，对，外逃，对，把这个地方给他，对，是啊，他要侵占就给他了。所以释迦族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
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族逃到后藏，西藏的，西藏的后藏，后藏，哎，就在那个地方就落叶生根了，以后就没再回去了，所以释迦这一族都到了中国了，啊，没再回去了。那有人就讲他的那个国家不就没有了吗？是没有了啊，是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？释迦牟尼佛讲给他听啊。哦，这是因果报应啊。哦，哎，琉璃王那一族，那一族的人啊，在过去很久远的时候，他们是池子里面的一群鱼。哦，这个池子里头，前世出生，哎，在池子是有这个鱼是有两个族，有两个鱼王。哦哦，哎，而释迦族的时候呢，就是附近村庄里面这些人捕鱼，渔民，哎，渔民捕鱼，他捕鱼手段很残酷，把这个水全部抽干，把这鱼一网打尽，所以这个鱼恨透了，竭泽而渔。啊，对对对，到这一生的时候，他们又到人道来的时候，啊，碰到了报仇，成了冤家了。啊，冤家，他说这个冤是一定要化解的，啊，他要不是这样的话。你没有法子化解，你要承受的果报。就他把人家那一族啊，对，灭掉，那个，灭掉了、他的国家也，对，你也必须，他也必灭你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对，哎，啊，所以他不能够这个抵抗。那用，啊，你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他也很有名气了，在古印度，16个大国王都是他的弟子。他要号召组这个联军来支援保护他，说没问题啊，他做得到啊，他为什么不做？那么我们8年抗战呢？对啊，抗击日寇的侵略也是圣战，嗯，圣战，那是真的，伊斯兰古兰经里面讲的圣战，哎，这是圣战，是保卫战，不是侵略战争啊！我把敌人驱逐我的国境之外，我就不再攻击他了。保护自己，哎，保护自己。哎，我们国家界限在此地，赶到外面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进攻。我听您老爷讲过，如果外强侵略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嗯，就是跟他谈判啊，对，谈一谈啊，对，对，对，谈判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你还愿不愿意用战争的方法了？跟侵略者来讲啊，对，是啊，你比如说，你把这些人杀掉之后，这些人投胎到你家里做儿子、孙子，你能不能把你儿孙都杀掉？啊，你要不把他杀掉，他将来就真的你家破人亡，他是要报仇来的嘛？佛讲得清楚啊，一家人。父子关系4种缘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那有这4种缘，不会到一家来，无缘不来，无缘不来。我们都很熟悉一首歌，那里边歌词有这样的话呀，啊，谁敢侵略我们就叫他灭亡，啊，那可以改成谁敢侵略我们就和他谈谈。对，那要是跟他谈完了之后，这侵略者他不同意呢？啊，不会的，利害得失说清楚之后，许许多多历史这些证据，不同意的人，我这个国家就灭你。20年之后的时候，我们的人通通到你家，把你整个国家都拿来了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报仇，你要能把因果道理看透了，你就完全了解了。您老给我们讲罗马兵团啊，对，是啊，古罗马，对呀，啊，你看古罗马的时候遇到这个菩萨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中国不是你们的地方，你来干什么？用侵略手段夺到的，跟你还是有过去生中有瓜葛有缘分，没有的话是啊，没有话你编的还挨不住。你兵到那边的时候就死亡了。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出发的时候是几万10万人10万人大军，对对对，罗马军团全死在中国，全死在中国甘肃，对，全死在中国，命里没有这个，没有啊，
那命里边如果有这个东西，然后用战争、侵略、欺诈这些手段得来的，那将来还有恶果啊，都还有恶果，还得还个人家，对，还得还人家。我今天骗个人家，骗了人家100块钱，对，我将来啊得还人家10000块钱，对，不错，还要受罪，对，还受罪。所以了解之后啊，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啊，啊，千万不能有占便宜的念头，那你将来吃大亏了。人是这样，国家也是这样，哎呀，天下公民的都是一样。您老知道现在啊，这个资本主义它的价值观呢、啊嗯、这个打仗打不起来都不好意思啊、嗯、怎么办呢，找不到借口、嗯、货币战争、嗯、这也能打、嗯、是吧，全世界这100多年来一直是各种形式的战争啊，人间地狱一样、这个货币战争也差不多快要崩溃了，能源呢、粮食都有危机啊，货币也有危机，到哪一天银行全都倒闭了，你那个货币一文不值，你到哪去找去、啊、在49年的时候好像就出现过、嗯、对呀、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金圆券啊，对呀、啊，一车不错，一文不值，对，一文不值了。那您老知道现在全世界，这是个经济问题啊，对啊，全世界通用的美元、嗯、美金、嗯嗯、这美元说了算的、嗯、问题严重了。你看我在美国银行里面还有40万美金，哎，我同学打电话告诉我现在美国银行很不晓得什么时候倒闭，倒闭之后美国国家赔款的时候只赔10万块钱，你存再多都赔你10万，哎，所以他就问我怎么办，他们想一个办法，我们分成4个银行就成好吗，可以，你们自己去办。结果他们就分成4个银行，每个银行存10万块钱。已经出现这个出现了。我记得您老曾经讲过呀，哎，美元啊，它就是一张纸啊。啊，对呀，对呀。您老说要是不相信它，它就是一张纸啊。但是现在国际上他知道已经没有价值了。还要硬是挺着它，为什么呢？许许多多国家的这个钱币是以它为基金，对、啊，它倒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您知道，我们现在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啊，有很多美金储备。买过这个美国国债，你要有一个呢，像我中国古人就是送给他的，就是布施给他，送给他的、啊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啊，我们朋友嘛，我支援给你。不要了吗？对，不错，他能还好，不能还没事，我本来就是送给你的。朋友跟朋友之间，任何一个人向你借钱，你头一个头脑就是送给他的，没想着还。对，你这个多快乐、啊、没想着要。对，不错啊，这朋友才能叫得好啊。你要老是去比债的时候呢，朋友变成仇人了，就是他来借债肯定没错，他有困难，我自己要想到我有没有能力啊，就是说我先是就是给他先是量力，没错、啊、决定不能有要让他还的这个念头。那您老知道很多经济学家、啊、他要向您老提问题了、啊、我们购买美国的国债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买美国国债、啊、对，其他国家元首也要提这个问题，不错，像您老问呢，对，我们就是想要让他增值啊，想赚钱呢、啊、我们是这个意思啊。不，他向我们来借钱、啊、我们借给他钱，我们还能发财啊。啊，那我们不是，他能还很好，不还的时候决定不要有这个念头，你人才快乐啊，你才轻松啊，你才没有压力，你才没有胡思乱想啊，你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啊。那现在很多国家买美国的国债，他不是这个用心啊，不是用心，所以他有苦啊，他有痛苦啊，他天天在担心，如果经济崩溃，说他有那么有了，啊，你说他能不害怕吗？不能不操心吗？但是您老知道，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啊，对，它是一个大机器，都是资本主义化了，世界一体化了，对，哎，它是美金说了算的，这些发达国家他在控制这一切呀、啊。我告诉你。马来西亚就不参与，在马哈迪道老干的，
啊，真有真有参与的。那你看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，这许多小国家都吃大亏啊，马来西亚没动啊。你看马来西亚采取的政策，马币过去最大的金额是1000块啊，500块，金融风暴一发生的时候立刻废止，一千块的500块限制，一个月把它统统要兑现成100块的，不准有大钞流通。而且得说马来西亚出国马币的时候顶多只能带1000块钱，哎，他就用这个方法，你乱我不乱了。哎，所以马哈迪长老的大名全世界没人不知道，只有他敢跟美国对抗，别人都听话，他不听啊。其实他应该不是对抗的意思。对，是的，他保护自己啊。哎，看到这个厉害，保护自己。打个比方吧，比如说欧佩克石油组织，对，他们现在通通啊，都是用美元来买的，那其他国家货币不可以，那我们需要石油啊，对，那他肯定得储备大量的美金呢，那我很多国家他有这个问题，是经济问题，对，很棘手，啊，不买美金还真不行，啊，不用美金还真不行，不储存，这是错误的，对，因为你像这美国是大了。马来西亚这个幅员并不大，人口并不多啊，啊，国家领导人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人民，这是他的使命啊。这个得需要相当的智慧。哎呀，智慧不错，胆量哎不错，就是智仁勇。没错没错，智慧对，仁慈不错，勇气对。那您老知道这个世界。这个大的经济机器一直在运转，从来没有停息过。比如说，会有一天停止，那就是金融危机出现了，肯定有那么一天崩溃了啊！机械老崩溃了就停止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肯定有停止的一天。因为这个机器的运转是不道德的，对，不错，违背自然规律。哎，对，违背自然规律。那咱们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有的经济学家就要提这个问题，比如说有的国家它就是出口型的经济，它不出口了，贸易减少了，国内大量的失业啊，对，这它受不了啊，对，所以它必须要跟这个机器在一起啊，它退出它怎么活呢？它怎么调整经济结构呢？所以如果是真的想到这个问题啊，就要缓慢的说如何能保持自己国民生计的问题？您是说缓慢的退出啊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是自力更生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你要晓得，那真的像2010那个电影那样的爆发的话，2012，那个世界就完了，所有科技都没有了，人类要回归到原始生活。这样听上去有点像。大家都在冒险呢，对，像赌博呀，不错，一条钢丝绳下边是万丈深渊，对，不错，哎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哎，把所有的财富都背上，我赌一把，对，我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对，那过不去，全家老小连财产全部掉下去了，没错，这就是赌博，对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，他们还在追随着这个国际的这个大机器啊，美国的，所以我们。这个既然上天有这种暗示啊，有这个警告，我们就得认真来考虑啊，将来怎么生存，深谋远虑，对啊，这个生存第一个条件就是德行，不要光照顾自己，要真正发心照顾别人，还是人跟人的关系的问题。没错，就是灾难当中存活下来的人，啊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帮助别人？啊，大家共存共荣。打个比方，很现实的一个问题，如果真的啊。出现了一些饥荒，对，或者是没水喝了，对，
啊，世界性的这种情况出现了。对，那要是动用军队的话，就是抢粮食啊。对，没错。谁占领了，谁就能活下来。没错，没错。那个时候很现实了。对。那就这一口饭，谁来吃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所以自己要能让，要能忍，啊，要知道，人没有生死。你能让，你能忍，你往上提升了；你要抢，你要夺，要争了一口饭，你往下面去了。哦，差别太大了，这差别太大了。所以您老长期是，一天吃一顿饭，吃两顿饭，是啊，那一顿让给别人了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嗯，这是尽自己的这一点能力、啊，没错，能让多少人？哎，没错，没错。那要是一个国家能让出去太多，对，不错。不错，这个在佛法里讲叫无微不至吧？无微不至。那其他人要饿死了，我们给他一口饭吃。没错，没错。我们的结果，这个国家健康长寿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所以中国这五千年的文化，我相信它不会灭亡。它要灭亡，是整个人类的不幸。啊，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出现。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们读到您老人家给群书制药写的这篇序文，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呢有这样一句话，您老讲群书制药至真至贵，而且深知啊，今天群书制药它重新出现在人间，对，在中国实在有其神圣的使命。对，我们读古书知道啊，好事出现之前的有瑞兆，祥瑞的预兆。对，这个书宝书出现了。对，不错。那也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对，好事。对，好事。应该是全人类的好事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要送给每一个国家好事，大家都分享。啊，没错，没错，不独享，不独享。还翻译成他们的文字，让他们来翻译文字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力量，让他自己去翻。我们只写一篇，用英语写一篇介绍，啊，告诉这个书的内容，这书的价值。在这篇序文里边，您老还写了这样一句话：那么得到这部书啊，最重要的、最极关键的，即是国人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本身。对，必须真正认识传统文化，断疑其信。对，不要再怀疑了。不错，要相信。对，为什么您说这是最关键的？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对于传统失掉了信心，啊，认为这是封建，这是落后，啊，这是糟粕。这个观念的话，这些东西现前，中国人得不到福报。哦，哎，外国人相信，哎，所以将来外国人得好处，中国人不得好处。太可怜了，这亏心吃大了。而且那是不孝子孙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他出现在人间，出现在中国，对，中国人最应该相信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就是给中国人的。对。对，是在国内他们替我找到的，就是上天的送到您老人家手里。对对对，不错。我本来想的时候就不太可能的，因为这个书知道的人不多，读的人就更少，啊，印的数量很少，而又是80年前，啊，经过这个战争战乱，啊，散失掉。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，那这都是属于四旧的，啊，怎么可能还会存在？不可思议。对，不可思议。这就是您老常讲，过去很多民间老百姓也常讲，对，中国的先祖古圣先贤，在天之灵啊，不错，护佑护佑你，给子孙一条活路。对，群书制药找到了几套，
过学之药就一套。人间就这一套。就这一套。您老知道在中国啊，其实在很多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。农村人口太多了。农村人口太多了，中国好像应该剩余劳动力啊，农村的四五亿还要多呀。对，不错。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慢慢的退出这个资本主义运行的这个大的你争我夺、你死我活、尔虞我诈的体系。农耕现在的时候，最好还是要劝导大家恢复从前人工农耕的方法，那是最健康的。是最健康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比如说这块地用化肥，它产量高。那他能挣的钱多呀？不行，挣钱多的时候，就是它起反作用。土地使用的时候年代就很浅，几年之后，这个土地不能用了。你老是用这个做的，它就什么东西都不长了，板结了，哎，都不长了，毒化了。你还是要现在的话，还是要让这块地年年都能够有生产。那也就是说，国家要用强制的政策来推行保护土地，保护土地，给子孙万代，要农民自己知道。你这个土地不用化肥去，年年有收成；用化肥也不过三年到五年，以后就完了，就没有了。而且我们在云南看到，他们所做的那个梨树的试验，对，几百亩，对，那个种的那个果树啊，没用化肥，对，它产量很高，对，也赚很多钱。对，是啊，这个是用我们的方法了。对呀，就从您老那儿学过。对对对，云南朱总。对呀，我们跟小虫、跟小鸟和谐。对，和谐。我们不是不照顾它了，照顾它。小鸟吃水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这个水果树的时候，有几棵很好的水果树，我们都供养你。它欢喜啊！我们不是把那个这树木不好的来供养它，我好的供养你。那不好的，不好的，它也长好了。当然嘛，你这个它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你的心地善良嘛。您老曾经讲过呀，人心好了，这个资源自然对自然就多了，自然就丰富了。那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，叫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。其实这句话说反了，说反了。是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受过教育，没错，他变成了刁民了。对，这个地方就变成就变穷山就是恶水了。这地方如果要有德的话，就不会呀。不是环境错了，不是，人错了。原因在没受教育。对，不错，心坏了。对，所以中国人讲究风水。有人来问我信不信风水，我说我相信。他说你会看风水吗？我不需要看。心好了，我住在这样风水就变好了，它境随心转嘛。我们听说您老在国外搬到哪个地方啊？没多久那个地方对发财的就多了，多了，这房地产马上就上涨，人气就旺了，人气旺了。对，那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啊，是很具体的，农村的这个人口啊，太多了，这个基数太大了，这么多人口啊，对，都恢复到农耕的，对，自然的，对，能养活自己吗？能养活。为什么呢？农村里面这些小孩多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劳动力增长。所以中国古时候为什么要人？他是农业社会啊。现在世界各国，尤其发达国家，鼓励农民进城啊，让他当城市民不行，让他灯红酒绿。灯红酒绿，那土这个田地没人耕种了，你以后吃什么？进口啊！进专家就讲，我们拿钱进口啊！不，你进口那些进口的地方的时候有了问题，你怎么办？现在产量地区的时候都是农药化肥，都是像带着些病菌，进口的时候全都叫你们中毒，这行吗？你细心去学思维去观察，现在吃饮食吃的东西自己种的是最安全的。现在你市场买有机的，那不见得是真的是有机的
哦，是，确实是，这我们听说很多报道，啊、是不是？对，那、啊、自己种的最好啊，最放心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在澳洲全部都自己种啊，现在连粮食都自己种啊，是吧？那、啊、我们种小麦啊，种稻米啊，从去年就开始了，那这也是、啊、今年可以收成了，那这也是个重要的信息啊，对，是的。粮食哎，我们是希望将来是粮食蔬菜都能够自给自足，嗯，啊，肯定还有鱼的，好榜样。哎，有鱼的时候，我们就帮助附近的农村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很多经济学家也讲到，包比如说亚洲，嗯，像韩国、日本的，大量的这个农民呢，人口城市化，嗯，啊，都变成了这个市里边的人了，对，啊，农村呢，撂荒，嗯，土地撂荒了。好像这是一个潮流，很多国家都在学。嗯嗯 嗯，以后有麻烦，麻烦可大了。以后就是什么粮食问题了，粮食危机出现了。那那么多的几亿的农村人口回到他的自己的家乡，回到田地里去，嗯，让他心安定下来，对，先受这个教育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哎，他来专心的种地，对。对啊，对，也能够养活了自己，没错，还能繁荣，不错，能富强。对，中国几千年呢，以农立国，啊，古人讲三宝啊，大工、大农、大商。对，农排在第一啊，大农、大农、大工、大商。那这要人民富起来啊，就生活富裕。生活富裕，它就是足以足食。大是重要的意思，是吧？啊、对。三宝，这是国家的大事啊，农工商啊。您老所讲的是三宝。对，三宝啊，这三宝是古人讲的。国之三宝啊，农是第一个。对，农第一个，吃饭最重要啊，穿衣起过这个工具跟吃饭是其次啊。啊，这个工商是其次，最重要是粮食。那么多的农村人口回到农村，嗯，那社会治安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政府现在都头疼。不，你把教育治好了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你看看在从前，你也瞧不起这些皇帝，认为他们说这个压榨人民，人家在那建了一个城隍庙。一个城隍庙至少抵一万个警察的不止，盯多少个监狱啊？对，就是这样啊。他比你聪明啊！你今天说他是迷信，他那个迷信能够帮助社会治安，真管用 啊！对啊，你现在不迷信，搞几万个警察，都维持不了秩序。有的国家我们看新闻报道啊，在西方啊，监狱爆满。一个接一个的修监狱，对，那个警察呀全副武装，其实这不是好事，不是好事。你看看贞观之治，好像是史书记载的时候，有一年的时候死刑犯只有20几个人，犯死罪的25个，对对对，在全国，你看看1000多年前，对，愚昧落后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很多专家说不错不错，封建时代，哎，他有天道在，不错，就好办。那我们又说到这个，万恶之源，也有人这么讲过，资本主义制度，他讲这个你死我活，讲竞争啊，没错，哎，讲自私啊，对，它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啊一个价值观就是民主。嗯，我们翻看很多资料，发现民主，嗯，包括这种投票选举是什么呢？各个党派，包括每一个人，嗯。他都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来投这张票的，没错，没错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大家在这争啊。对，民主，他西方讲的是争啊。对，看谁能数量多，那我就赢了。对，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斗争。对，不错啊。战争、斗争、竞争，这样一个因，它的结果，嗯，不可能是和谐吧？对，对啊。那么现在。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啊，在那儿争，嗯，啊，在那儿选，嗯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，嗯，很多人都在学啊，都在学这个西方的民主啊，对，啊，认为这能维护自己的权利，没错，啊，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，对，
我们现在发现民主就是斗争。对。那么请问您老，人民那么多，怎么当家做主？他怎么能说了算？对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也非常严重。民主制度问题就更多啊！为什么？人民占的数量是绝大多数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它不是民主，它也不是君主，啊，它也不是这个封建。你讲那些东西，那都是一种形式。那都不重要的。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政治，圣贤政治，对，不错，这是核心。哎，嗯，你看这个古人所讲的法，那是国家的大法，像宪法，法是治之端也，治国不能没有法律啊，典章文物制度。但是人是法之源也，法得其人则存，法失其人则亡。那个人是什么？圣贤君子。法要是圣贤君子拿到了，就法生效了，起作用了。法要不是圣贤君子，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啊，法制止不了啊，他会把法完全变坏了啊。所以你真正要了解中国，中国他们讲的都不对，中国圣贤政治。为什么？从小学圣学贤，中国人读书上学志在圣贤啊，所以以后读书人呢，目的就是在科举里面考取功名去做官，那已经失掉了，丧失掉了，精神也失掉了，把它作为从政做官的一条门路，那就错了。本意不是，本意是圣贤，治国平天，不错，圣贤，天下太平，那个平，不错，不错。那很多人都过去批判呢。咒骂呀，说是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，那个人是圣贤，圣贤，那就是在骂圣贤。对，没错。哎，骂圣贤，侮辱圣贤，糟蹋圣贤，他还有好果报吗？那自己，你从因果上讲，你就知道了，自己也会走错路啊。对，是啊。啊，圣先生看到一个人再做再坏的事情，都不会批评他。为什么？造口业，他不干的啊。如果批评你，你能够改正，他就对你批评；批评你，对你，你不会改正的话啊，看到你笑笑，不理睬你，不结怨，不结怨仇啊，绝对不树敌。仁者无敌。对，仁者无敌。仁者无敌，敌，按照您老所讲，就是对立。对立。在我们这一集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啊，我们想起来一句话，很多人都学过这个，啊，世界通用的这个哲学里的话，事物是在矛盾和对立中啊，发展和进步。那么这100多年200多年我们看到了，对，是在矛盾，是在对立，一直在打，对，打到现在无路可走了啊。对，那么现在这国报你看出来了，可是中国孔子是在仁义当中成长的啊，而对待人的关系就是落实在事上是中恕，处处要存这个原谅别人的心，可不能原谅自己，对人要原谅，
对自己要严苛，严以待己，宽以对宽以待人，这是中国人的精神。这中国人，那您知道我们曾经向您老讲过，十岁的孩子小学生回家讲啊，好消息，同学被撞死了，我又少了个竞争对手啊。我们看到下一代，全世界的下一代，这是教育错误了。那现在全世界下一代，嗯，都是这个价值观的，没错，是的，竞争、斗争、战争啊，对，你死我活，你死了才好呢，对，无路可走了，无路可走。最后的问题就是人类向何处去？对，我们向何处去？对，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在加州电视台举办一个小活动。四个人，我们家电视台座谈会，50分钟要播出去了，啊，我邀请的，大洛杉矶地区的检察长，啊，那是在法律的权威，啊，邀请加州大学，洛杉矶分校的校长，还有一个是从政的，帕萨蒂纳的市长，我们四个人，讨论一个题目。美国青少年犯罪的问题，我是在一个报纸上看到的啊，杂志上看到的。我看到吓一跳，怎么犯罪率这么高？是啊，所以我找这些人来座谈，我就向检察官请教，我说杂志上这个是不是真的？他说是真的。我说现在有没有办法把它制止？他说没办法，法官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把他制止。我说，如果真的不能制止，我们大家想想，30年之后，美国会亡国，不是亡在别人的这个什么军事武力，不是亡在这个，自己灭亡了。讲得通，他大家都有这个警觉性啊，但是没办法了。啊，犯罪率不断的向上升啊！啊，解决的问题是呢，这个东西谁造成的？该不说，就是电视、网络的媒体。小孩从小他就是接受这个教育嘛。世界各地现在都这样。哎，犯罪率高。所以从前，方东美先生讲过一句话：美国将来灭亡，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。这里边有一个根本问题啊，电视网络也是资本主义价值观，赚钱呐、啊，对，赚钱第一啊。他赚钱的时候是把底下一代毁掉了，那 他付出这个代价，他不考虑，就像您老不考虑说，他30年之后他就亡国了，他整个灭亡啊。美国人急功好利，把他国家千万年的利益的时候，想啊，十几二十年全部都捞到。后头空了，没有了，一代花光啊！一代花光，把这些资源没错，一代光用光啊，用光，那就是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，以后不想活了，以后不想活了，而他自己必定是阿鼻地狱，你干这种事情，这是极大的违背人性，对，头一条啊，对啊，父慈子孝，对，做长辈的不仁慈，对。那么回到这个标题，最后的问题啊。人类200年这么走过来了，然后就是向何处去？恢复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人类才有一条生路，光明的道路。如果不肯回头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。科学家讲的，这个地球50年之后不适合人类居住，有科学家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地球已经被糟蹋掉了，严重染污，将来是食物染污、水染污、空气染污，你怎么活？只有这一条道路吗？对，除这条道路之外找不到第二条。为什么？这条道路是人性的道路，人性只有一个。对，不错不错，你只能从这个方向去走。
违背人性，那是死路一条。好，我们非常感恩老法师。